台中市中山路四段路口，一辆机车行驶在路上，准备通过路口时，一辆黑色休旅车从对向逆向行驶过来，直接把机车骑士撞飞，骑士腾空翻了一圈，拖鞋也喷飞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影片上传网络后，网友纷纷留言，无奈表示这到底要怎么躲？机车骑士太倒霉，怀疑汽车驾驶难道是在玩手机，还是开到睡着了吗？左边有车的状况下，骑士根本无处躲。也有民众表示，这个路口设计有问题，因为汽车驾驶要经过前方左转专用道时，总是要到路口才能跨越双白线往右硬切，真的容易出事。而在新竹建新路附近，有骑士抛出行车记录器，一辆白色轿车直接跨越双黄线违规超车，差一点就撞上机车骑士，引起大批网友愤怒痛批，这种行为真的是太自私，为了抢快违规超车，危害到其他守法用路人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